哎，哦，南北巡哦。大家要好多人拢同款安尼。哦。早早早，各位大哥早，各位大哥早，各位小姐姐早。出社吼，对妈做保出出力这个社对不对？这个城啊，早早早，各位大哥早，各位小姐姐早。
早早早，各位大哥早，各位大哥早。外套都穿出来了，早晚温差很大，所以外套最近穿出来了。啊，贝啊吼，贝啊，他们带我出这个城，他们这边的城啊，回妈祖婆哦，要上妈祖婆出人家这个城市啊。早早早早，各位大哥，各位大大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早早早早。啊？哎，不要不要，我。真的不用，不用买蛮牛了，变哪，谢谢啦，安多啊。会使。
别别，我要等外头啊，可能收热。等我一下哦。早，各位大哥，各位大哥，各位大大，早上好。早，各位大哥早，各位大大早。早。徐启富他爸爸，伊讲要陪妈祖婆，要甲妈祖婆吼，好上家因家，等于是他们这边的城呐、啊，要甲妈祖婆送出去，哦，护送到那个城外那边。没有，今天我一个人而已。昨天是我们庙里面的神将会哦，那些弟弟来帮我忙的。哦，他们已经回台北了。
早，各位大哥早，各位小姐姐早。哎，冯大哥早。哎，对，带，哎呀，这个杯啊，哦，对，徐启夫他爸爸很有心，哎呀，讲要娶咯，哦，和尚妈，哎，和尚妈做出去高雄啊，哎，要出高雄哦。伯啊，七十几岁啊！哎呀，这个伯啊，七十几岁。哎呀，伊讲要送妈祖婆出去高阳城。早，各位大哥早，各位大大早，各位小姐姐早。送出大教就对啊，哦，大教对，高阳是大教吼。好，附送出大教就对了哦。高阳古地名叫大教就对啊，哦。
我直直行，靠靠出高雄，高雄了。哦，你到了，我会找你行一段路，啊到石溪县一段，我到回来。哦。上到了咱妈祖高遐。好好好啊好啊。啊，你出圣出真岛啦。出真岛啊哈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我出恁家的真岛就对啊。上到去真岛。对啊。你前下讲是爱到贵州的啊。哦，啊贵州。我身上有口罩，我有口罩，我有口罩。
好，叫妈祖庙啊，嘿，叫妈祖庙大庙，哎，妈祖庙，哎，好，叫妈祖庙加大厅，加妈祖庙大庙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各位大哥走。天哦，今天第十四天了，今天第十四天了，十四了。哎，第十四天了。早早早早，各位大哥早，各位大哥早，各位大大早。哎，爸啊，爸啊，要到要帮我带路，所以我要紧行较紧的，无虾米哦。天宫，
下雨哦，没啦，不会，我这包包有，我包包有雨衣呀、啊，五猴吗？五猴吗？大家早，大家早。早早早，大家早。爬啊，骑有够紧的，爬啊，骑足紧的。我爱加快脚步，不然爬啊无去。走走走，商务好，商务好。
老板娘回去了，老板娘回去了，你们今天又有福利了，是不是？老板娘回去了，你们今天又有福利了。哎呦，下肚哦，迄个下肚，晒起个下肚，敢水个哦，袂歹哦。什么炸旅费？什么炸旅费？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么难听，是替自己争取一些私房钱，私房钱，嫁不下，嫁不下呢？哦，是不是这么难听？是不是？妈祖婆在家 ，open 讲你讲什么话？哎呀，拜六过啊、哦，今年拜六过来哦。三只，黑白黄的三只，好家仔。
啊鸟要四只，惊死人。什么物件？我爸今天要去追我，你要追我干嘛？对啊，这个徐启富他爸爸，对啊，对啊，因爸爸吼阿伯吼要上妈祖婆出去迎接的征讨。哎呀，这伯啊，做心的七十几岁啊呢。这辈啊，七十几岁啊。台南的乡亲在不在？台南的乡亲在不在？等一下，你们要跟我暴露了哦。我不知道路了，盐城大道。诶，卡车让我过。永安，入足台南。爸也无去啊！爸啊，你嘛较等下，你两轮的徛紧着，妈祖婆这五轮的抓袂着你啦，啊娘的！
谢谢啦，八桥要，啊八桥要，谢谢八，八桥就搁直直，啊，嘿，你你搞那个家庭啊你，因为那个十七线你得要 ，OK OK， 十七线一直行不掉。春分哦，哎，你看出面是太阳，哦，你把大家要早一点，你要起个早一点。OK OK， 安尼我了解。这次出面是太阳，太阳你来，加出，你而家出面你到，你来一点啦。好好，我了解。出到面点。好，别啊，谢谢你。大家要多注意了，爱心。好在好在，好。啊，我都上咱新木的呢。好啦，谢谢谢谢，阿伯啊，辛苦啊辛苦啦，是啊，哦，你七十几岁呢，你送到这来，谢谢啦，妈祖婆买宝贝你吼，身体健康吼，食饱你，哦，那伯阿娘我要去，我要行啊，哦，哦，启程哦，走了，啊。贝啊，再见咯、哦！哎，行到半天呢。再见，再见。五年的走输两年的，阿公司，阿公司，看一下，看有鱼啊不？这个水好像没有什么鱼。看，哎，这无什么水，哎，无什么鱼啊。谢谢啦，谢谢哦，感谢哦。中午好，中午好。哎，中午好。哦，今天有比较凉哦，哦，跟昨天差很多，现在好凉哦。哎，我不是呢，
我要先去那间叫啥？十三什么东西？我苗不敢去，也拍谁拍谁？我要先去那一间什么仁德区？我要先去仁德区，晚上才下午才要过去振兴府城妈祖会。我要先去仁德，然后再去南区。丝斑鱼的故乡，这里是丝斑鱼的故乡。今天怎么没有小姐姐可以看呢？待会啦，应该在前面应该有吧。色狼，你都刚要看小姐姐哦，你啊？哎，这边不是还是高雄吗？还没有啦，我还没有踏进台南呢，我只是现在要开始慢慢走，要走出高雄哦，搭高。走。它上面的扛棒是写石斑鱼的故乡。后面，我后面也要稍微要看一下，用那个镜头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车子过来。这啊，这不是妈祖的囡仔吗？你唔知影什么歌？哦，丝斑鱼的故乡。这个歌名你不知道，这种妈做音乐啊，知影，甲这个大哥小讲一下。学我，被老婆罚跪哦，活该！乱学，欧北欧，该学的你不学，不，哎呦！哦，阿林哥来，阿林多少？我三个一样，刚三个。阿这不是公山中呢？没有啊。哟。哦。我们要去找你啊！你徛在边啊？不一样，你徛我头前啊！跟头段那个白啊，同款啊！你徛我边啊？不一样啊！对，府城十三甲圣泽宫啊，没有错，在仁德区。有。
吼、哦，昨天徐启富大哥准备两股车超，吼、哦，真的那个昨天那个菜真的很丰盛。哦，那还叫板多板的呢，那一多嘛袂少钱，应该是伫恁下港应该爱6000块以上啊吧。谢谢啦，谢谢，感谢你们哦，感谢你们帮我分享，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跟你们说声谢谢哈、哦，因为我还要看车，还要看路，所以哦，手机我是大致上看一下而已。哎呦，哦。吃饱，吃饱，吃饱，嘿，您吃饱没？你们吃饱饭了没？
对对对，我要变台南的乡亲咯，我要变台南的乡亲咯，哎，安尼就对，安尼就对啊。这个好漂亮哦，这个真的很漂亮，这三盆花好漂亮哦。哎，放假班的，放假班的，哎，妈祖婆，咱行假班的。我若向去上，我等于派交代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要乌啊！不要，先放在你那边就好。哎，不要。好险，好险！我没有超速，要不然等下照一张超速罚单，回去又被老板娘骂了。那我的私房钱又少了一点点了，又少去了一大半了。今天有战斗机飞上天呢。
哎，人家是追韩剧，你是追妈祖婆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就对啊。啊，那好看，你好看，你爱甲你的老丁老家哟，左邻右舍阿公阿妈拢爱招你来看嘞。看风景，看风景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怎么都是花莲的比较多，都没有宜兰人哦，上面都没有宜兰人哦。都没有宜兰的跟台东的、哦，都没有宜兰跟花莲，不是宜兰、台东的，都花莲的朋友比较多呢，还有台北的。是不是都没有宜兰的朋友，台东的也没有，所以明年宜兰跟台东跳过了，就不要去了，因为没有宜兰的朋友啊，也没有台东的朋友，我太伤心了，唉。所以宜兰啊，宜兰跟台东啊。哦，明年没有要住家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有，真的有宜兰跟台东的吗？谢谢啦，感谢你们。今仔日拄好初一十，初二十六拜拜。
台东的朋友默默在看哦，谢谢啦，谢谢哦，我赶紧逃嘛，林东在呢哦，啊，现在就是没有宜兰的，没有宜兰的朋友了，宜兰都没有出到半点声音。你带我去吃饭啊，不可能，我怎么查到了，回去了啊，他们昨天就回去了。给钱嘞！我即马给甘纳扣钱哦，我没有私房钱了。我唔敢恭维哦，我不知道。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妈祖的吸引力会不会是不是很强？我唔知啊。我平大讲话啊，因为哦，咱是大庙的啊，咱唔敢讲咱的比人较强哦。可是我敢会使讲，咱我即马杀出来即阵妈祖婆，会人讲台湾吧，唯一一尊用走路的巡视整个台湾，我敢会使安尼讲尔。巡视台湾哦，妈祖足济哦，都有巡视台湾。拓古林的哦，拓古林无啦，干我一个尔。咱唔敢讲咱的哦，咱即阵老大妈哦，话强拄话强，我唔敢安尼讲哦，我拢无讲话，咱是讲咱讲伊特别多尔。特殊啦，特别啦，安尼有尔啦。保宁。
对不？啊，咱中华无地庙定南宫哦，对，老大妈，对不？啊，伫遐中华嘛足久啊，足久啊，啊无多啦，隔壁都南瑶宫，对不？迄政府的，对，啊强炒作，对，啊所以哦，足侪人较唔知影哦，无地庙定南宫，无要紧，无人要甲你炒作，我帮你炒作。我带咱无地庙顶南宫的妈祖婆，西台湾一个。带伊来游山玩水哦，啊那逐工安尼开直播，逐工安尼开直播，对，人就知影讲哦，即咱即阵妈祖婆是咱中华无地庙顶南宫老大妈哦，遐婚姻出来。咱嘛希望讲哦，咱这老大妈的厝哦，的祖庙吼，啊嘛希望讲啊香火鼎盛哦，啊信徒哦，满天下。海呢？海边啊，可能第一边吧。我看，那无海边啊。
哎，各位大，各位大哥，哦，各位大大，中午好，中午好，中午好。哎，中午好，中午好。啊，你们吃饭了没？赶快去吃饭呐、啊，赶快去吃饭呐、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都会，哎。把所有的红包捐出去，没有错。哦，在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屏东、高雄，哦，来到这五个县市，哦，这五个县市里面哦，有些师兄师姐他们有那个天线啊，跟神明的沟通管道，他们有那个沟通管道，他们有那个天线。他们是说，这尊妈祖婆，我今嘛请出来这尊妈祖婆，可能这次出来哦，下次就不会再出来了，都袂阁出，哎呦，错者，哦，这尊妈祖婆老大妈，这尊老大妈出来啊，伊就无可能阁出来啊，可能出来啊，我嘛老啊。伊讲哦，即阵妈祖婆若是阁要出来，都快等十年啊！啊，到尾因遐师姐啊、师兄讲我听，我嘛无啥爱相信。到尾我嘛无啥爱相信，到尾我落去算算，十年，若一阵妈祖一年来讲，哦，若是讲哦，比方说哦，新港妈祖、鹿港妈祖，哦，啊蔡伯妈。哦，咱无地庙镇南宫的老大妈，啊，甲梅州妈，那五尊要照轮呢？坦白讲诶，一尊爱等五年，一尊爱等五年。可是无地庙老大妈，伫阮庙诶是两，在我们庙里面有两尊，所以即尊我即马请出来，即尊后边哦，比方说五年后了，出来是另外一尊出来啊，毋是即尊出来啊。哦，你这阵妈祖无出啊，所以爱等十年啊，爱等十年啊。到尾迄个师兄讲话听，我讲哪有可能啊，等十年。啊，到尾想的，算的，有影呢。我昨个真少，我这几工啊，我真少甲，真少好好啊想一下，有影呢，爱等十年啊呢。所以就会这阵老大妈出来，十年后到有搁出来啊。哦啊，十年后了，我们才几岁啊？对，十年后，讲实在，十年后我们才搁行会叮当啊，行袂叮当呢？对，啊，若行袂叮当，伊就后摆拢袂出来啊。哦。要啥啊？你速度敢会使？我赶时间呢。嗯。没关系，快到了再让你推好不好？我先杀啊。哎呀，我怕你推，因为我在赶时间，今天会比较赶一点。今天要去两间庙，会比较赶一点。对啊，去到那边二三十公里呢。我小金刚呀，花莲下大雨，好啊，不是没有水了，下点雨也好啊。徐启富大哥，多谢多谢哦，感谢啦哦，真的让你们破费了，哎呀，感谢感谢，哎呀。
呀，我带妈祖婆去恁恁庙的住家哦。哎呀，希望妈祖婆阿婆必须起富领导哦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哎呀，恁一家伙啊，大大小小拢平平安安。哎呀。拜拜拜拜。我喜欢看哇，再走远一点哦，再让那个小姐姐推一下，因为我现在稍微赶时间，我怕去到那里太晚。看，我放开脚步，那个小姐姐就追不上了。等一下送肉包给她给我吃哦，免啦吼。哎呀，你去做事啦，你去赚钱啦，你今仔日爱做事呢。哎呀。你今日爱做事去赚钱较重要，嘿，先顾巴肚，嘿，先顾巴肚，先去赚钱。哇，这靠海边啊，够远哦！勇敢，什么拢不怕。
因为今日初二十六嘛，拜拜啦。初一十五、初二十六拜拜，当然嘛是相按。大家拢伫拜拜了啊！拜拜！真的啦，槟榔很多了，不用了，轻轻的啦。要去台南吗？真假？嘿。没啦没啦，连咪就搞啊，嘿，台南，谢谢啦，大哥，多谢。大庙，大天顺手。小妖姐，不知影这世间。
有啥款的无奈，生命的意义，又搁有啥款的期待？天顶的月亮，宝贝妈妈在梦内陪阮念歌，陪阮亲密到天光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会勇敢，啥物拢唔惊。伊会保庇阮慢慢啊大，我那大汉会乎你。传乎你知世间有啥款的无奈，生命的意义，又搁有啥款的期待？天顶的月亮，宝贝妈妈在梦内。本来。本来还有二十几公里啊，够二十几公里啊，啊我即马行哦，行到即马剩十三公里哦，尔，连咪都到啊，连咪都到啊。你讲到北极的那个还有吗？剩十三公里哦，尔，你来看我头拄行嘛行十几公里也有哦，十几公里有啊，系啊，剩十三公里哦，剩十三公里就到啊。啊！恁今日恁两个拢免上班咯、哦？我昨天做的太晚了，打咖啡请假请。啊你要为了来陪妈做行路，啊你请假几日工？你陪我三工啊呢？你陪我三工啊？四工啊呢？八天嘞，做工嘞，八天嘞。做工嘞。我是做出工的。有证，有没有明讲一下？不行。我跟你讲说我要去哪里，是不是你就知道是哪个地址了？等一下我要去那边被你拦截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啦，那个槟榔啊、饮料那些东西不要再送了。我真的一个人我吃不完这么多，我敢一个人哦，你啊，哦，我才一个人而已，我、哦、真的不要再送了。真紧的啦，你看那槟榔开始的叶我拢烂去啊，你看。真的你看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水伤啊，要不要凹掉伊啊？安尼我无食蛋雕，阁拍算啊！谢谢你们的好意，谢谢你们的好意。我一个人哦，尔哦，我敢一个人哦，尔。真的啦哦，不是说你们送来给我，我都不收啊。刚刚哦，恁个好意，我甲恁拒绝，唔是啦，我真我食袂落啊，甲恁提我蛋雕拍算。就是你要去的那间庙。对、啊。就是公庙那条路往下走就到了。
光边啦。哎呀，怕胜了，怕胜，我今天怕胜了。我刚刚行一个，行一个，我就喷机了。保养，保养一下腿。我等我十八分哦。同款啊，13公里啦，拢一样。有没有高？你讲伊要甲你吹啊？哎，这你要骑前面。然后骑前面，慢慢骑而已。不容易的啦。剩13公里哦，十八啊，18。即卖是几点啊？12:13。12:13哦，暗落去到遐，后你吹点我尔。点半钟尔，无紧，点我先打电话人。唔知人有伫遐，伊甲我讲有啦，厝诶有人啦。啊，假如我今天早一点到南区的话，哦，我今天早一点到府城妈祖会的话，我就不要在那边住家了，我就要去东区住家了。因为你不是小姐姐，直接让过。对啦，嘿，你讲就对啊啦。老板娘不在，我等一下带。老板娘没有在这里，我等一下带你们去找小姐姐。小姐姐。然后这边下去就很多槟榔摊了。呀、啊。嗯。我等一下带你们去找小姐。小姐。你们现在，你现在。在那里，我们等一下去找，找你。要被拦截。东区哈，东区你就不知道了哈，我就看你们要去哪里拦截哦，是不是？东区是临时插进来的一间那个公庙了，人家邀请我的哦，我没有把它写上去，哦，没有把它写上去，我就看你们怎么找哦，你们只顶多大不了顶多找我找到那个府城妈祖会哦，庄正豪那边而已哦。是不是？我可以去到东区，我看你们怎么找，对不对？想拦截我？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昨天那个香水，是不是？哦，让我念念不忘。哦，那个小姐姐让我念念不忘。就有姐了哈。香水。你也在东区呀？我不要跟你讲地址，我看你怎么找。哦、我等一下、哦、去到那边再说啦。我是赶工，要抵南区住家啦。我昨天是跟人家讲说要在南区住家，无紧啦，边看啦。那去遐收早哦，太早的话哦，我就不要住家在那边了，我就往东区了。因为我惊讲哦，我住喺人个府城妈祖会哦。伫个庄老板遐，我惊人伊要做生意，无方便哦，无方便。哎，边看啦，边看啦。北区伫倒位啊？到北区？台南嘛，北区哦，北区是挖倒位啊？东西南北都有啊。北区今天是挖。东区南北啊，没有中哦。没有。哦，你唔知啊？昨天老板娘御驾亲征，挥军南下，对不？指挥了五路兵马，东西南北中，是不是？由北往南压阵下来，你无看？我漳州乖，你无看？北区啊，是不是？御驾亲征呢？你阿外讲，真恐怖哩呐！我拢乖乖啊，你无夸张？你无夸张？牵伊的手。砍老板娘的手，对吧？豆豆啊，侍候他，侍奉他，是不是？豆豆行，卖跋倒，对不？啊，较乖，啊，若无较乖，我跟你讲，下礼拜老板娘哦，可能又来了。
哦，下个礼拜哦，这个礼拜了哦，这个礼拜我们庙要去进香，去花莲进香两天，哦，老板娘也要去进香，哦，所以没办法，就没有下来了，所以下个礼拜哦，只要不快一点，下个礼拜老板娘一样带领五路兵马又下来了。那个是员工嘛？哎，工友，模具店的员工。无啦，员工唔是员工啦，那员工，我较是员工，嗯，头拄仔迄拢是头家，我是员工。哎、欸，他人讲的，好地有兼共青啦，我就是员工，哎、欸，真个，好啦，差不多了，要出发了，知影就好啦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尽量吼、哦，卖个欧北来啊、哦。这一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是我赚零用钱的最好的时机哦，不要乱来。不要在线上好美，错我们的话要立刻。OK， 我们出发。先小看一下，小看一下。哎，起码起码，哎，搁小看一下。哎，我门票摕着吼。这个人很脱线，东西走到多，等到多。哎，午安，午安，哎，各位大哥，中午好。哎，中午好，中午好。我13公里就到啊。我13公里就到啊！我脚步，你来看，你看我拄行无偌久哦，你看，我记得我10点多才出发的，到现在几，到现在才几点而已，我都行10几公里啊呢！啊，有人要跟我拼无？也没有人要，还要跟我赌的。我现在开始收赌盘，哦，即马开始算。啊、不，老板娘上线了哈、哦，老板娘又上线了哦，卖恭维啊！老板娘又上线了，哎、欸，老板娘，哎、欸，老板娘，你吃饭了吗？老板娘，你有没有吃饭？累不累？累不累？哦，好辛苦哦，你好辛苦哦，昨天下来看我。够了没？救下！老板娘上线了，有人要跟我拼无？即马去到遐剩13公里，有人要跟我拼无？即马几点啊？较等我小看者。即马12点20，有人要跟我拼无？我2点之前到，我2点之前到文德区，仁德区啦，有人要跟我拼？下多少钱，我全部都收。恁爸行，你看，我速度小放较紧的，赶嘛赶出来。全部都收，大小通吃。哎，老板娘，出门在外嘛，是不是？不要这么计较，是不是？加减收一下，加减收一下。卖啊哦，卖搁跟我拼哦，算你厉害啊！嘿，老板娘，嘿，老板娘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上线了？今日拜应呢，店的做无用的，你今日无用，那卖看直播啦，去啦，走，滚！老板娘。真的啦，今天礼拜一比较忙，你赶快去忙，你赶快去忙啦，你不要上来看啦。对，你上来看，我会紧张，我会想尿尿。哎，感谢嘿，感谢。
老板娘在上线，在线上啊，怎么带你们去看小姐姐？我带你来看小姐姐，一次给她 一次给她崩盘，一百块尔哦，袂见。我为了一百块，底下拼拼到仁德区要买十几公里。好，稍等下，我头先讲要休困，讲要摕行动电源，搁袂记。稍等我，我摕行动电源，我手机也袂无电啊。稍微等我一下，我拿行动电源。哎呀，老板娘，你进去啦哦，你进去做事啦哦，赶快去，赶快，今天礼拜一，赶快出货，赶快出货，不要看了，你不要看了，你看我会有压力的。啊！你都无老板娘，啊！你都无都无影要关心我，你若毋是要关心我，对无？你怎来？甲你的小鲜肉，哎、欸，贝啊，你来过来啊？等一下，我用一下，有没有充电？哦，有充电。贝啊，你来过来啊？哦，啊！你正经送包啊来哦，卖啊卖卖，槟榔我卖啊。包啊，我提一个刀啊，哎呀，谢谢啦，卖，我这个有啊，卖啦，真的啦，真的不要。哦，你爱槟榔安尼，搁一直炸，谢谢啦。哦，啊，你来搁走到这来啊，静静啊，啊，你要陪我到台北了？可以哦，你这台我都吐到台北哦。是啦，伯啊，谢谢啦，哦，哦，是大哥，是恁囝叫你送包来我的啊。是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哦，伯啊，谢谢啊。对哦，啊，老板娘，你啷？你若不是讲正经要来下岗，给我看的啊，对不？我看你怎来，甲你小鲜肉伫车顶，伫遐卿卿我我，啊，你的小鲜肉搁脱衫脱甲拢剩一领裤尔，啊，搁伫遐抱抱亲亲，你根本就不是来给我看的，你是来给我监督的嘛？正经的，正经的。哦，伊、那个伯啊，搁走到这来。上人家的包啊，我吃，好、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还徐徐富赢爸爸啦，还徐徐富赢爸爸。你旁边怎么有小姐姐？就是那个啊，就是他们住在冈山那一对情侣啦。她男朋友骑车到前面啊，旁边他陪我走。哎、欸，他陪我走啊。我的被子，我哎、欸，你要推先给你推哦。我包放在那个。我包啊，我提哦。我哎、欸，我包啊，小提一个哦，无的。这都是那啥，那冈山那对情侣啊，对啊。感谢昨天高雄的乡亲提供凉水机。有看到无？老板娘。打字了，小看一下。嗯，好吃，肉包好吃。
嗯，好吃好吃。嗯，这边啊，蛋糕包啊，好吃，好吃。哦，老板娘，你那是下下礼拜你那边来无要紧哦，啊，我欢迎你，不要带你的小鲜肉出门。是，你最好不要带你的小鲜肉出门，是不是？你出门你是来看我的，是不是？又不是来陪你的小鲜肉玩的。你看你昨天都跟你的小鲜肉在那边玩，这个小姐姐咬够紧的，那个董，那个董，董董那个就是老板娘啊，哎，老板娘姓董，就是董董那个就是老板娘。哦，肉包，哦，我吃了好几个，哦，肉包太好吃了。哦，我了够饱。哦，阿伯啊，你买收一个泡啊来我吃，我吃无吃无啊济。哦，收饱收饱。哦，徐启富大哥，感谢啦。你爸爸哦，你爸爸刚刚送馒头过来，那个送那个肉包过来给我吃，我有吃了，我有吃了。哦，上收一粒吧，我吃袂落啊。较等嘞，较等嘞。好好好好，哎呀。
家啦。没有关起来，我关起来。哎，音乐我把它关起来。啊，你们吃饱了没？你们吃饱了没？哎呀，中昼到，爱去吃饭，爱去吃饭，嘿，恁快上班呢，你们还要上班呢。要让他吃饱一点，才有体力赶路。啊，那要赶要紧回去哦，是安怎？你是足想歪哦，紧叫我紧转三脚。你是要回去要甲我拍哦？无你一直叫我赶一下路。我就是不要这么早回去，怎样？怎样？我就是还要再继续走，我要走两个月，怎样？是不是？我算不知道你回去要叫我罚跪，我较无爱见的。怎样？是不是？人讲天高皇帝远，对不？是不是？你现在在北部，我现在在高雄，你怎样？怎样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线上的大哥都说我是变小李子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展现一下男人的气魄给你看，怎样？啊，老板娘怎样？啊，我就不想这么早走回去，这样我就是要慢慢走。怎样？我就是要慢慢走，怎样？我不想走这么快，怎样？哦，伊是足赶的哦，伊比恁爸较，这个小姐姐比我较赶呢，较慢的啦，哎啦，慢一点，不要走这么快，你干嘛做步上路来路，我是爱甲你量的，慢一点啦，哎啦，好走，你哦，我几点会到你那边哦？我尽量较早的，好不好？我尽量较早的啦，我是怕说哦，你快做生意，哎呀，甲你交叉着。即马12:30，我小赶一下，我先赶去仁德区，仁德区也好啊，你啊，我甲过去你啊。应该即马12:30，以我即马的速度安尼行哦，差不多伫下晡4:00-4:45就到你啊。啊，那4:00-5:00到你啊。安尼，我今日我就不爱伫你遐住家，我就不要在你那边住家了，因为我是惊讲你过来做生意，嘿，你过来做生意较无方便。真的，我是惊讲哦，你过来做生意哦无方便啦，因为一寡我线顶的一寡妈祖的粉丝啦，我是惊讲去到你的店的哦，收济人去哦，歹势。我小看一下，嘿，我小看一下。
啊，小看一下，去到你啊，四五点嘛，哦，四五点啦，大不了五点多啦，大不了五点多哦，就到你遐，到咱的南区哦，府城妈祖会，哎。OK， 哦，我要出发，我再打给你哦，我要出发，我一定会打给你的。哎呀，啊，我你今天那这咋落起来？哎呀，这小姐姐来帮我上妈祖婆，帮我请妈祖婆啦。我小休一下，怎样 ？Happy， 对，就是 Happy， 我要来去东区，对，要来 Happy， 怎样？老板娘就是在线上，怎样？我都要来 Happy， 怎样？你打我啊，来呀、啊，来、啊。你在台北嘛，我在高雄啊，嘿，你打不到哦，怎样？刚才规路无放一下音乐嘛，嘛收掉嘛哦，我也是放一下音乐哦。我不起床，谁帮你跟妈祖们开门？公安呢？你头家人呢？你搁爱开门啊？你的员工较侪着，你的小姐姐较侪着。哦，你即马直播拢小姐姐一堆一堆呢，个个都这么辣。大波浪，剩一支嘴。哦，生命的代志你袂使，你不会去耽误到的，对吧？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啊，拍摄拍摄，去甲你交了啊，嘿啊，去甲你交了啊。我一般来讲，你拢困到下晡过啊，你吼，无困到暗时过啊，你吼，啊，今日才早就起床啊。这边老板娘还没有下线，还在线上。等一下好了，等一下我用一下东西。省道哦，我不知道呢。哦，可以。可以这边是省道，我不知道呢，我只知道这边是什么十七线哟，我只知道是十七线而已。哪有？现在老板娘在线上啊。老板娘在线上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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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下线我才嘴，他是在线上我才嘴的。咱是加州甲组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甲组的，是不是？谢谢哦，你搞够嘞啦，谢谢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就是要嘴回去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可以让老板娘欺负呢？是不是？滨海十七哦，对对对对，这算是滨海十七吗？我嘛唔知啊，应该是啦，应该是滨海十七。我要先去仁德，哦，仁德好啊，甲去你遐，嘿啊。振兴啊，振兴佛具店，振兴艺术工坊啊，
咱这个庄镇吼，就是哦，咱这个振兴哦，振兴相关企业的负责人，啊，伊嘛有卖电动摩托车啊，哦，啊嘛有刺青，哦，啊嘛有卖艺品类、生活百居诶、生活用品，哦，搁卖佛具，哦，啊，伊事业做表，伊事业做偌大诶呢？种类很多。什么？我回三峡不是驾车，你讲安尼，我回去嘛是驾车的，驾甲组甲，我是驾中驾组中诶，甲组中的强棒，是不是？强组中的强棒，我来讲。没，大哥，谢谢，我阁有啊，我过境阁有水啊，谢谢。是哦，你倒位的？我台南啊。台南倒位。我才问你买便当，我买便当回去吃。无，我便当有啊，谢谢啦。啊。你伫台南来个吃？对啊。你知影吃倒位无？即摆即算高雄。啊，高雄呢？你台南来个吃？对啊。你唔惊叫台南的乡亲？对啊。话讲。先改先吃吧。哦，谢谢啦。你叫啥？你讲你台南倒位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姓陈，陈什么？啊，你就不要公开，不要公开哦。每个都送水了，我都不拍。我姓陈啊，因为我来电话我拍了，陈佩忠。哦，谢谢啦。我问看你怎么买便当，我讲。免啦，我食饱，请我食饱，谢谢。啊，你可以食饱，我讲我来无买啊。哎，不是啦，迄点心啦，我食饱啦。是啊，你要过要桂林？我要去仁德，我要去仁德。我仁德。仁德我唔知，文贤文贤路一段。啊，你走一个乌来。后来伊顺这路去，一直弄去，一直弄去，因为头拄仔爸嘛是安尼甲我讲。一直弄去了，到家后，伊个家要，你阿遐算成伊个桂林啊。哦，好，大哥，谢谢啦。无要紧，我等下有无一定，我过来一大概伊落个。是哦，好，谢谢啦。我先走。哎呀，你赶快离开好了，等一下，是高雄的乡亲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等下无一定陪你订一大。是啊，好了，谢谢啦，那下午见，拜拜。哦，大哥，搁摕两罐水给我。哦，你搁摕两罐水给我。我都正经要开，哎。你要坑我啊？伊都啊。没，无紧。我正经就是要开干妈店嘛。还剩14分钟。搁十四分就到。即摆剩几公里啊？14啊。那有可能？他到了剩13公里，即摆搁剩14公里。你咱是不是行电动巴？我开好啊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啦。哦，给你送水来个吃。啊，你今日要上班？特休。哎，为着我听请特休，无啦，应该是为了妈祖婆请特休吼。谢谢啦，哦，给你浪费精神，我感觉真好。没啦。我对你宜兰，我看到新闻，我感觉真歹。哦，宜兰都开始看即嘛。哇，你嘛算嘛咧追剧呢哦。哦，无我讲讲拜神道。是啊，你嘛拜妈祖呀。谢谢。有位刚好那个
地震有桥的话，你也希望阴，我住阴空啦。阴空，阴空我会经过啊。有无？我会经过阴空啊。因为我要去，拍摄了，我要去麻豆啊。麻豆家里啊，我会经过永康啊。如果有，好了 ，OK 啦。我会在，还会再帮你再迎接你。啊，你是专工，你伫个阴空走到这来啊？对，我顾客。阴空来到这上水哦，来到高雄上水。我即马袂离开大高呢。爸公，你是要食便当吗？你要食便当吗？无啦，真的啦，我吃饱了，我食饱。伊拢无啊回应我啊，一伯啊，真该买包我来啊。对啊，迄就是迄我张主家迄个徐启富大哥因爸爸啦，嘿啦，三包我来好啊。迄点心啦，我食饱啦。你也可以经过永康。我会经过永康。如果可以有那个时间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反正我现在时间很多，对啊。可以啊。嗯。今天变高，高到迄上。高到。到迄个省，迄个彰化遐去哦。对啊，要行到彰化去啊，要行等去三峡啊。我行。对啊，你都要绕。我台湾行半年外呢，啊！你不是讲你第一，你不是讲你第一集开始看到这一集，今天第十四集哦。今天要到那个所在，你别路线呢？路线你别啊！哦，到时候我去到，我现在来到台南也一样是走七星路线的，都是走七星，去到嘉义也是了。对。我一个啊，这拢是个啦，山顶的那种的粉，哎呀，粉丝来的卡到啥个？我今日我分享的，阮台南的，今仔中国过你见。对哦，我怕高雄的乡亲可能会暴动哦，不会的，几个人诶，啊，因为我来个高雄而已，你都，我来分享带了，谢谢啦，谢谢，分享就是该这种，是哦，哎呀，谢谢啦，谢谢大哥你帮我分享，多谢啦，我谢，我来带来分享，谢谢，不会啦，我会经过永康的啦，哎，我知道，我是要工作。OK 啦 ，OK， 哦，对啊，大哥谢谢啦，哦，多谢你的水。啊，我买个冰凉哦。卖啊啦，我冰凉做济啊啦，最近我拢无食，我一包冰凉食三天嘞，食到都要歹去啊。最近个啦，卖啊啦，我最近做济啊啦，我卖。那他也是要送来。哎呀，就带徐启富爸爸佫送一包冰凉给我，还无食会歹啊。哎，我想讲就是你话要讲要冰冻伊，怕算啦，怕算无食，蛋条怕算啦，嘿啦，嘿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哎啦，我是迄个。好啊，你先去忙。到迄个，我去到台南遐去来。OK。我会经过永康的啦。拜拜，拜拜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啦。我先啦。哦，大哥，拜拜哈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吼。大哥，两小时一分。哎呀。剩10公里了。剩10公里，对啊。无啦，还是开玩笑归开玩笑啊，咱男，甲等，甲等你啦。哎呀，开玩笑归开玩笑，咱也毋是啥物大庙，咱也毋是啥物物件，哪有可能会暴动？还是开，我啥个咯？哎呀，开玩笑的呀，咱也毋是大庙啊，哪有可能会暴动？哎呀，挑起高雄乡亲跟台南乡亲的冲突。咱的人就是安尼，对吧？谢谢啦，谢谢刚刚那个大哥，哦，表表阿伯。啊，这嘛无啥好杀啊！哦，我是惊讲这小姐姐较袂晓杀。因为这煞收紧哦，来，路无讲平哦，会断落去来，咚咚，我惊冰车。还有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现在缺现金啊，有那个一张纸上面有5个小朋友那种，缺那一张啊，多拿一点过来给我，真的啦，多拿一点过来给我。对嘛，你把人诶。大金庙才会暴动，咱这种袂啦，咱这破古灵的哪有暴动？在开玩笑的啦，我唔敢安尼讲。对啊，缺钱啊，我什么都没有缺，都是缺钱。
叫制冰厂，制冰厂，制冰厂。没有了啦，那有私房钱，没有私房钱了啦。我现在要开始捡钱了，你没有看到我速度一直在放慢吗？现在开始放慢速度，我要开始捡钱了。我没有私房钱了，可怜啦。这样，请勿喂食槟榔。高大只需一瓶水，无糖去茶就可以了。哦，你看，老板娘讲话啊，老板娘讲话啊。老板娘，你们都帮我拍一下，请勿喂食，需要现金，需要现金，叫他们送过来给我现金，我要现金。欸，不是，这是我们庙供奉的哦，我们庙的哦，庙里面的哦。三峡显圣堂哦，这妈祖婆是阮庙的内底妈祖婆，哎，那你们要顺便要帮我注意一下时间哦，我直播的时间帮我注意一下，因为我在走路哦，就不会注意那个直播的时间，稍微帮我注意一下。这台就该用啊，这台就该用啊，免不用用什么好的推车。这，哇，谢谢啦，头多有人买水哦，我卖，真紧卖啊啦。谢谢啦，我了我一罐多啊，这个给你啦，谢谢啦，谢谢你陪我陪妈做，卖，谢谢啦，真紧的啦，卖啊啦。哦，卖啊，卖个钱啦，哦，真紧满啦。真的啦，谢谢啦，哦，真的啦，哦，你开好多卖店嘛，大哥。对啊，我昨天讲我袂记得，讲今日我昨天，你刚讲在小金行起来无？哦，是哦，谢谢啦，大哥，谢谢啦。你讲你电话就没带去。啊，你叫啥名？我姓薛啊。啊？我姓薛啊。哦，薛啊，薛大哥哦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你看我今日用这高啊，那个是吧？谢谢啦，谢谢哦，你讲上一鸟来，谢谢啊。我坐你家里啊。我坐你家。谢谢啦，真的满了，不要再送了，真的。
妈祖婆，我翕一个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因为我嘛是拜妈祖的呢。你嘛拜妈祖的啊？我一定要用这只高啊！啊，这高就是我。哦哦哦，我知道，肖大哥嘛。谢。哎，谢啊！哦，我记住高外头，伊都跟我讲，我讲讲唔对名。我这么高，给你一直撩的。是啊，谢谢啦，谢谢啊。我要家己看过，刻出来让我摸鱼一下。哦，摸鱼啊。多谢啦。我到你家附近。谢谢啦，这等等。哦，你爱奥多麦店蛋的，你就走，你就出来安尼。哎呀，我一个在地看看，看看伊看。你一个在地看，我就开始看。我在我那看。是哦，奥多麦店蛋的，你就走出来。对啊。谢谢啦，啊，这妈祖妈祖辛苦的，佛珠送你一条，哦，你保平安，谢谢啦，谢谢哦，哦，大哥做有心啊，奥多麦店蛋的，你就走出来。并。你唔惊你奥多麦店的奥多麦去用砍去哦？我跟你贵也无差啊。无差啊，紧等去顾店啦，谢谢啦。好、啊，是、啊、做心的，生意还白做还走出来。对啊。谢谢啊，谢谢你的饮料啦、啊、哦，谢谢你的饮料。谢谢的，你过来妈祖婆啊。我领导的妈祖婆。哎呀哎呀哎呀。哦。嘿嘿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。老板，谢谢啦。谢谢啦，妈嘞，妈。我陪你走。买啦，你等于做生意啦，谢谢啦，哎呀，又今日拜伊，谢谢啊。那我走了，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爸爸又来这里。哦，哎、你来看，都讲了，你饮料搁送来，真的啦，我饮料太多了，水太多了，不要再送了，我真的够了，我已经。大哥，谢谢呢，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！叫便利商店，我提来买，我把饮料提来，叫便利商店买好啊，一罐五块卖因好啊。看下便利商店要收哦，一罐五块。太多了，真的是太多了，不要再送了。哎呀，您帮我分享就好啊。您帮我分享，帮哦打。哦，跟我说加油啊，帮我分享就好了，不要再送东西了，我真的东西太多了。因为恁哥一直送哦，造成我困扰，我规身躯重歪歪，我身上的东西实在是太重了。过来哦，物件哦，食无完蛋掉嘛，怕算啦。哎，拄拄搞讲伊他姓薛哦，我敢讲肖哦，我正行到头壳戆安尼吼，歹势歹势哦，拄拄正因正因无真少听你讲话，甲你的名搁叫唔对。对啦对啦，你们帮我分享哦，你们帮我分享，我就很感谢你们了哦，真的啦，不要再送东西了，真的喝不下了。要把它灌多高哟！走慢一点，我要到台南了。哦，对，翁大哥，哎，翁玉明，我现在要去你那边哦。哦，现在要去你那边，我到了仁德，你要过来接我哦。我到了仁德，你要过来接我，因为我不知道路哦。今天
今日初二十六，大家拢伫拜拜哦，拜拜，做生意的大家拢伫拜拜。你在高铁跟我拼速度是不？阿莲，我知道你的意思啊。高铁怎么赶得上我这一台超级跑车呢？我这台五轮的呢，超级跑车，你高铁拼不过我啦。大哥，谢谢你哦，谢谢哦，谢谢谢谢哦，搞比赞。你坐高铁要跟我拼速度就对我啦。哇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外患围里面呢、欸？哦，刘俊霖大哥呢？哦，阿峰黑大哥无啦？你载一下，黑一下。好料的啊！好料，什么好料的？啊！你咩啦？黑什么眼？歪啦！我哪行哪只啊？黑啥？再把伊玩烧的啦！我卖啦，遐济我食个卖啦。多吃多喝。会歹啦，卖卖卖，卖啦！三百伊哦，要收一包三百块，玩做大玩要卖放哦。没啦，没做大包啦。做大包的啊，卖啦，会坏掉啦，这种天气。不会啦，边走边吃就好了。我们食个当时啦。没啦。卖啦，我该吐一粒啊，倒啊，吐一粒。我等你叫人绑票，甲你妈做，大家拢哦，你做无人哦。哦，几啦？真紧个。我等你去。哪个？我紧来，我来扛。哦，跟你讲物件有啊，你搁送啊。这台车愈来愈重啊。无要冰冷。我嘛免送这。啊，你无你送嘛送一束啦，你送开一包大包，你是要食到满年哦啦。诶、欸，对阮来讲一束啊呢。我嘛真紧个。无解决啦。认住他的脸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啊，你要对十三家先行。对 对，我要先去十三家。对啊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哦，十三家一包这大包。不会啦，我这包。啊，今日免上班，今日免上班啊。对凉鞋吗？哦，对，迄一双免十块的，哦，伊即摆穿的都是这大哥去网络搞标的，哦，一堆敢那山嘞。塞三栋搬去我店的仔，再足侪走的，这种鞋啊，帅哦！哎呀，对啊，那一双都变到十块嘞，靠呀！啊，就伫遐囤，一工换一双嘛，袂心疼。有些人都不懂。对嘛，人讲啊，有啥物奈无辣椒，奈无咸汫，煞肉鱼丸，啊，你唔在顺山送咸汫？还是会咸啊？哦，对啊。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哦，啊，这里的红，这里的关谷哦。这是你的关谷。啊，那我来行啦，这里的关谷啦。啊，我也知。沿海的、沿新都拢会拄着我啦。哦，沿海甲沿新都拢去拄着着你着。哦，安尼啊话啊，你的关谷才大。哦，安尼去呢吼。安尼去你的范围有够大啊，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谢谢。我无讲要拦截你，那无简单。我正经是头先你讲要拦截呢。拦截你这么简单吗？我较逼不得已，我较甲你收一包的，无我是无要收呢。你甲我讲要。绑架妈祖，我会惊。但我绑架拢妈祖绑架，做我艺龙，互你找无人。谢谢啦哦。三家一包完啊，才大包，快紧啊！我连咪去到台南，我摕来卖伊。一包卖伊200，加减骗，等现金嘛。
你讲我无讲哦。对啊。啊，无啊，食袂完，我坦白讲，我一个人食袂完啦。山加大，豆豆吐。本来出来行路是要减肥的，煞愈食愈大颗。会啦。啊，最近无去掠龙虾哦，掠。啊啦，最近拢无去掠哦。即马乌白边哦。哦。对啊，我直直行路到，直直行路去到头前啊，较接近就人道啊。种天气袂歹哦，你确定袂歹哦？还袂歹哦。别啦，你就莫甲北边过来。哦。你拢打北边。哦。啊，行无五百公尺，就一个来送。啊，行无五百公尺，搁一个来送。啊，若要出恁高。若要行出去，恁高阳的唔多，这台车载袂叮当啊！我刚才就叫你开车给你送。哦。啊！恁小弟啊！啊！后边还阁有人啊！哦，还阁送饮料。哦，啊，我行无五百公尺了，一直送，真的不要了啦。啊，鸟呀！真个，我安尼，若像恁安尼种速度，我真行袂出去高阳的，打鼓。大家拢叫伊散去。大家拢惊我散就对啊，那我要加快脚步了，我要赶快离开高雄了。哦，法拉利，哦，一只马的，黄色马，哇，跑很快呢，哦，法拉利。啊，恁小弟在哪？对，无去掠龙虾啊，迄哦。即阵啊，掠龙虾较歹掠哦。行无五百公尺了，搁一台。行无五百公尺了，搁一台。我连咪这台马祖部的跑车连咪超载，连咪警察都砸落来啊，开红灯啊，收档啊，太重了。啊，这十八亿元，我连咪提来，十八亿元会使拜拜未？会使拜妈祖未？无差嘛。安尼我甲摕一两包摕去拜妈祖，我要去府城妈祖会，然后摕去拜妈祖。
警察会用警车直接载我回三峡，哦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哦，薛啦，薛大哥啦，我头拢改你念做萧大哥，薛元堂大哥，感谢啦吼，感谢你的书跑，感谢啦。哎呀啊，祝你生意兴隆嘞吼，哦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到哪里才算是台南？这里要过一条溪就台南了。啊，这边离那条溪多远？无几公里哦。安尼我紧行，我紧行，我要离开高雄啊，我要进来台南啊，台南啊，用心进来搞救台南的乡亲，有没有听到？台南的乡亲，赶快来救！对面啊，你无法度过去啊，你袂使过去。哦，安尼搁一个，真的不用了啦。哦，恁大家拢买饮料了哇？真的啦，哦，收济啊啦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哦，真的不用了啦。拜啊拜拜拜。哦，卖啦，真的不要啦，今天啦，我再袂落啊啦。这个是恁当，这拢恁当地人啦。这个啦，这个招牌。哦，阿娘呀，这行无五百公尺一直上。我是过年。哎，这无夸张，你来看。我买槟榔，我买槟榔。阿哥爷，你来看。阿哥，你带奥多麦。我要进来，我要进来，我要进来。哦，你贵姓啊？你贵姓啊？哦，大平啊。哈？大神啊。你叫大声，名字 FB。FB 叫徐景富啊。好像我无问过你。徐景富还是徐永富？徐景富。徐景富啊。我买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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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哇，真要行下出去啦！卖卖啦，我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！啊，你叫啥名？伯啊，你几岁啊？我比较大啊。哦，伯啊，你有七十无？哦，六十外。啊，你哪知啊？你有看我的脸书哦？你叫啥名？徐永富啊。哦，徐永富哦，你叫徐永富啊？你叫徐什么富？徐景富啊。徐景富，徐永富，恁两个兄弟啊？哦，讲啊，恁平仔。我你今仔日到十三家，我是我连过连过遐尔。哦，你住呀？
我是同事啊。我是讲恁两个爸仔囝同齐来，讲好个啊。谢谢啦，伯啊，多谢啦，多谢你的油膏，啊，甲你的鸡肉啦，多谢啦。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谢谢啦，谢谢。哇，这是变哪？这我车会崩机啦。哎、欸、啦，你帮我倒掉，哎呀，倒掉哎呀。一个叫你做便当嘞，搁做便当啊！啊，无啦，我嘛无啥物物件通送恁啊，我无妈祖婆，妈祖婆佛祖送你一条啦，好不好？啥物物件？名片哦，甲等我摕名片，好，摕摕。等我一下。你这个人太恐怖了，你拢塞三栋搬去我遐载物件，你拢去我台北拢塞三栋搬，你看有熊无？等一下哦。对啊，吃好啊，等下吃饱啊，你搁送哦。你去吃啊！哎，白刀，白刀，白刀，吃多久哎？来啦！哎，挖过嘛？哎，挖过，下当放到暗时。哎呀！啊，你我这边我提来拜妈祖婆啊。这落天应该是妈祖婆。谢谢啦，安尼我落连伊遐个物件摕来拜妈祖婆，妈祖婆会使拜袂？王过会使拜袂？啊，哥，你到十三街要对个经验啊？今天十三街啊？十三街叫啥？文言路。哎，文言路。哎，文贤路啊。啊，文贤路。啥？十三家乡话都白话。台南的乡亲，台南的乡亲，赶快来救我！无我正经行袂出去高雄哦。500公尺，无甲500公尺，一堆人来啊！台南的来要甲你食出去啊！你台南的啊？安尼无，你一个人视力不够，才高雄才济。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哦，对啊。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大哥，谢谢啦，哦。文贤路一段呐、啊，文贤路一段91号叫什么叫苗勇13甲。啊，等下。十三甲圣泽宫啦。十三甲圣泽宫。圣泽宫啊。你要跑路上后边？后边呀嘞，这个一点点看。对啊，我你头先有听看呀？我有听过啊。对。你叫啥名？我奇怪，你来这闽西干呢？你就是我以前帮助过你的，三年没见了，不止哦，你以前有跟，我怎，我想奇怪你在这边是，我就一直
在关注你，他也是他也是算以前算锦鲤 一小部分而已哈。讲机关啊，平时间呢？哎呀，哦，变大哥，哎，你退伍来哦？我印象中你敢在做兵嘛？我印象中老袂记啊，哦，实在太侪人啊，你应该退伍啊袂？啊袂啊？还是搁签落去啊？搁签落去啊？安尼好啦。谢谢啦，哦，多谢多谢哦，多谢恁啊，哦，真的送太多东西，我吃不完啦。我知你叫你，你吃不了，是啥让你卡这么重要？你吃了你先。我卡无问题啦。你看我的卡，那真能 Q 到你哦。有啦，我这肌肉啊，甲。你叫，真正你吃不了啦，啊啦，上几关来，上几当，你的卡哦，好了。一时嘛是跟你行，但明白。对啊，我问你，啊，你哪有钱买沙龙巴士？你是偷搞港湾偷藏私房钱吗？对啊。偷藏私房钱。哇，白啊，你嘛偷藏私房钱呢？啊，买来我多谢啊。反正你等下要到文业去平阳嘛，啊，了再买东区嘛，东区就买。无，我要先去仁德区，好啊，要去南区。南区嘛。南区。南区我知啊。南区好啊，去东区。哎。啊，咧，刚刚啊，下暗就搁来住台南遮。对，我袂住台南嘛。咖喱的明仔载啊，因为你要行过家，搁一路搁住。都会咖喱啊，咖喱。要走沿海的，爱咖喱。咖喱，我应该明仔载就弄到遐去啊。啊，无你今行要行到遐，搁唔足点的。可是我头拄有答应人讲，永康要伫遐遐。无要紧啊，我到时候变卦啦。我台南的加休困几工啊，无收紧啊。你啊，拄只要弄个咖喱当面啊。对啊，诶，刷电梯，他们讲说台南更热情，比高雄还更热情。安尼无，我暗时我歹困哦，我要赶夜路啊，我要赶夜路，我要吃。我要赶夜路，吃弄个咖喱去啊。台南一定落脚拢个咖喱冰，你无对路啊。谢谢啦。因为台南啊，台南拜神明足济啊。白啊！偷藏私房钱，谢谢啦吼。袂使莫知，袂使你莫知就对啊。跟我同款，我话拢偷藏私房钱。私房钱啊，要食啥？食少食少，哪有啊？啊，要莫得一个面啊，买唔买？我那个袂。OK 啦。安尼白啊，我要出发啦吼！谢谢啦，谢谢你的激热啦吼！你是大家还是大台南嘛？台南，我台南。你台南来个遮？啊，一块啊，无介。好，现场有两个台南人，好，安尼我信心拢来啊，好。安怎？安怎啊？只有两个台南人哦，恁这两，恁这哦，恁这三个三比二，咱个输，咱三个徛做诶，三比三。走一个啊啦！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啦，伯啊，你讲，按下晡阁拄会着呀？好啦，无啦，下午见。阮另遐啦，也是东区这边遐，我拢拄会着。哦，下午见，哦，下午见。OK 啦，下午见。我离家在高架边，对吧？炸烧肉，炸个饼。好啦。对啊，安尼我要去行吼。我起价了，起价了。哦，太多了啦哦。今年开好啊。啊，好啦，刘大哥，多谢啦，贝啊，多谢哦，刘大哥，谢谢啦哦。我想奇怪，你头讲奇怪呢，我咧头先看到你那啊做面试的，我想奇，我袂甲你翕啦，我想奇怪，那敢那你做面试的？安尼你台南人嘛，安尼即我教予你啊，收档啊，
还佫水佫摕一罐过，哎呀，收冬。无无无，我恁两罐就好啊。哎呀，恁够用的呀。你们等一下，你们的车上的东西，把它放在他的车上就好。他台南的，对啊。免啦免啦，恁多谢啦，多谢恁，恁这三天安尼陪我，哎呀，啊你今天放假？哎哎。哦，故意排的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我就是咧登关登时去搞。哦。啊你今麦呢？你今麦无哩卖啊？无啥哩卖啊？较细哩哦，有车有车。北区。北区是靠靠海的呢，我问你北区先到，你也是讲伊，我要去码头，北区先到还是码头先到？北区就是台南市。哦，北区是台南市哦，不是海边啊。啊，你北区有啦有啦。啊，你就来到这，你就来到这，我就去你北区啊，然后我行去北区倒啊。北边啊，这个，你要行海边了吗？我无呢，台南无呢。东石有啊，我要去东石嘉义啊。无吧？哦。是哦，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哦，哎，小姐姐，辛苦你，妈祖保佑你姐。那什么新？无，三点外钟啊，直播三点外钟啊，我连咪马上来放家里哦，加加班的啊，走慢一点就好。要不要上厕所啊？直接上厕所。萝卜。太热情了。高雄的乡亲，感谢你们哦，感谢你们啊！真的啦，不要再送了，快到台南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到台南了哦，台南了哦，台南人会保护我，所以高雄的乡亲，请勿乱，请勿轻举妄动哦。没吧？高腰了，行了500公尺是，这个伫等外的哦，有两个少年啊，徛在路边的。瘦啊，要放尿啊，要修啊，我水饮料一直喝，我要招本瘦啊。我知道台南的乡亲，台南的乡亲，我看到了。哦，看到台南的乡亲，我就放心吗？哦，无。要等接吧，啊，我是来等接吧。是啊，这你开车呀？系啊。你要做啥呀？啊，我坐地铁吗？我知，我知。哇，看到台南的乡亲，台南的乡亲，这庄正豪因小弟啦，啊，这因跟咱因哥哥，他哥哥。无欠物件，现场来加油！加油！谢谢啦，我无欠物件啦，正经，谢谢啦。物件做生意很大。对啊，这庄正豪因小弟啊，哎呀，这因哥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看到台南的乡亲，我信心拢来啊。要到台南要到。台南过完了，我就去。好、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你要去倒做事？我伫台南做啊。伫台南做，走到这来。是啊，谢谢。哎，我吃啊，恁啊着槟榔啊，粉啊，来来来。台南的乡亲无共，你无看高阳，我连请伊都无请伊。台南的，哦，你无请。
我靠呀，两个拢无食薰啊，我差晒啊！哎，高阳的乡亲，哎，高阳的，高雄的乡亲来吃啦，进来啦。伊无吃啦，你敢有吃？我看到你，我就有信心啦。台南的，台南的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这念做啥？麦星哦。哦，室内装潢的哦，咱住台南的朋友哦，那需要装潢哦，咱就当找一个麦新室内设计装潢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加油！谢谢啦，谢谢。我等一下，我下午就到你们那边了。好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好、哦，信心拢来啊！咱台南的乡亲拢来到这啊，哦，信心拢来啊！好、哦，无高雄的乡亲收济，我会惊。哦，感谢你们啊，真的感谢你们哦，送这么多东西来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啊，哦，太东西太多了啦，我会吃不起哦。坦白讲，会食袂起，蛋雕阁拍算，哎呀，啊无要紧啊，啊，大大恁送的遐个物件，下面吼，我去到后，下面我要去个十三家圣泽宫哦，我下面我会甲一寡物件哦，摕去拜拜，啊，剩的物件哦，我要摕去种个富城妈祖会，啊，顺便去遐拜妈祖。他、啊、现在是开什么店？炸鸡店啊。哦，好不好？生意好不好？生意好不好？那边不是算市区吗？生意好不好？加油啦，加油啦！他、啊、做多久啊？炸鸡店要三年还好。哦。哦。对啊，做吃的比较没有时间。哦，刚好有回来台南。啊，你不是同款在台南做吗？啊，即摆咧，即摆伫台，抓当个台湾，还好啊。钱多事少，离家近。哎呀，还袂歹啊！头前有通上厕所吗？到前面上厕所，先关播好了。对啊，因为开直播也开了三个多小时了嘛，开了三个小时又十五分钟。台南，
哦，这个还做得还不错，看蛮漂亮的。啊，所以现在就没有卖衣服了，卖小孩子穿的那些衣服了。没有啊，那就没有错了。都这个。对了。哦，台南去到台南，快七，茄定算。茄定算高雄吗？茄定算高雄，茄定算高雄吗？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谢，感谢你们啦、啊。哦，左转就是新达港了，新达港的。哦，新达港是行那边的，哦，新达港。你都无食槟榔，啊！你搁买槟榔？我连咪正要来开槟榔摊，我来讲，我连咪要来路边卖啊，贱卖！我要把所有的东西贱卖，槟榔一包5块就好啊，5块，我要当现金吗？增加一点私房钱，或者老板娘又不给我私房钱，所以我要偷偷的存。哎、欸、呀，无伊奈讲，佫头前行无2公里就到台南嘛。对啊，佫一段。哦，佫一段。大概有6-7公里。6-7公里，刚上面写6公里啊。过了就差不多到快到那个。到哪里？啊？桥过那个什么？桥的。他说桥过去就是台南的、啊。对啊，高速公路过去。对啊。啊麻烦，连咪较麻烦你呢。麻
下面较麻烦你，甲物件全部拢刷来你家，交接给台南人了。无因这哦，你们辛苦了哦，陪我陪三天了，因陪我陪三天啊呢。哎呀，真的不用的啦，谢谢啦，恁陪我陪三天，恁代志拢免做。哎呀，该上班就去上班，莫请假哦，恁要请假专工来陪我。假足济就对啊。对啊，啊无，你讲即马敢有去，也是同款一工500呢？即马无钱啊？放无了无钱啊？啊，都嘛拼死命放。这变数我赶紧行哦，变来变来，我路边放倒啊，我下面头前个草包啊放一下就使。哦，你透早就伫遐等啊？伫遐等等我的直播还袂开的，意思讲我的头早就对啊。阿袂开哦，咱这连续剧，毋是无可能准时开的，你知道？你当作八点档哦，八点一到就开哦。咱这种有当时会早哦，提早播出，晚点播出哦。啊，中因为哦，中间哦，有诶广告时间哦，广告时间，广告时间。前面3公里有小区哦，好，恁讲的3公里，我爱小考虑一下，我爱小想一下。常常拢甲我讲前面有便利商店，他妈的一走都走好几公里。哦，头头是一个徐锦富，一个是徐永富，哦，感谢啦吼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刘俊霖大哥，感谢你啊！吼，感谢你的私募的鱼丸，哦。我刚刚都话你啊，你啊，你看，刚刚才喊下去而已，台南的乡亲就马上就立刻就出现了，是不是？台南的乡亲，别跟你翕到，你放心。台南的乡亲。现在人在屏东，哦，现在人在屏东嘉东区，哦，嘉东乡啊，现在人在屏东嘉东，哦，老弟，我再小放一下倒啊。好，我等一下再开播哦。等一下，这样我上厕所。靠呀，这边我都放，把你给他掏钱啊，给掏钱啊。对，我等一下再开，我先关起来，我要上厕所，被放流啊。好，等一下再重新开哦，等一下再重新开，因为已经三个多小时了，先让手机休息一下，等一下重新开。哦，我被放流啊。要去哪里进香哦？要去彰化五底庙镇南宫进香哦。贺祖啦，贺祖啦，哦，阿祖啦，阿祖啦，哦，先这样，拜拜。